上个星期 ，Joe Biden 把白宫弄成了同性恋的六色旗，而且还举办了一个签署仪式，带着一个什么恋童癖的变装皇后一起参加签署了一个彻底改变婚姻的法案。这个签署不只改变了婚姻原有的价值跟意义，而且基本上是废除了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甚至所有有脑的无神论或者是没有宗教的人对于婚姻的定义。但是奇怪的是，这还不是整个活动最夸张的地方。整个签署活动最恶心的地方是 Joe Biden 走上台，把这一切肮脏的、污秽、无耻的东西跟我们的独立宣言扯在一起。This law matters to every single American, no matter who you are or who you love. This shouldn't be about conservative or liberal, red or blue. No, this is about realizing the promis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promise rooted in a sacred and secular beliefs, a promise that we're all created equal. Okay.我们就先不要讨论婚姻，我们就先不要讨论当下的什么那个变装皇后、什么恋童癖、什么白宫被搞成同性恋六色旗。这个人，我不叫他总统，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当美国总统，甚至没有资格当美国人。他竟然说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建立在神圣的世俗信仰，光这一点就非常矛盾了，因为神圣跟世俗是两个反义词，神圣代表就是跟神的连接，世俗是没有跟神连接。一个东西事物不可能同时又是神圣的，然后又是世俗的，只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而且当我们提到美国独立宣言的时候，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应该是哪一个，当然就是神圣的。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我们提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就算没有读过独立宣言的人也知道它的第一句。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整个独立宣言的意义就是在讲说，我们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是神给人的，没有神就没有权利，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基础。但是拜登一定要把这个世俗的价值观高举，因为他知道这个法律彻底的改变了婚姻的定义。但是事实上就是其实并没有重新定义婚姻，因为重新定义婚姻在七年前的最高法院就已经重新定义了。这个法律的目的是要来打压宗教，是要来处罚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在我们公共场合里面传达我们的信仰，是要把神以及所有追随神的人从公众当中驱逐。这个的确重新定义了婚姻，但是为的是有更广大的目的，因为这些激进的人士知道，他们如果可以重新定义社会最基础价值的核心的话，他们就可以改变整个政治的形式。